很高兴回到我家来给大家做这个演讲，我是新桂林，拉苏嘴。 然后就是上了苏州，苏州当归念，吃了顶上的鱼汤，这个感觉很深。苏州人找我，当然要来。我就老太太跟我讲，你这么大年纪了，到处去翻人家，就多啰嗦的，有什么好讲的，是吧？所以来找我讲什么东西，我正在。 在上海准备给人家讲，将心和匠意，工匠的匠，所以这个会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就讲这个嘛，因为这个内容跟我们比较贴。那么这个匠，不知道大家知道，框框里边是个金子，我看到谁做广告写的那边。 写的底下，因为勾这个底下写的很，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匠就是会运斧头的，那么有个木工匠，然后他会造房子，那么那个房子。那么对这个匠，我们中国从来是尊重的，古代特别是古代，我们晓得有鲁班大师。 我们到了近代以来，大家不大重视，所以现在最近要提倡，大家要有匠心，要有匠意，要尊重匠师，要做任何事要认真。因为过去的所有这些大师们，这什么工匠师们，都是尽心尽力，并且是受到众人尊重的。怎么受到众人尊重？我告诉大家，唐朝的时候。 主持这个建筑工程，我们说现在就是建筑工程部是吧？我们叫住建部、住房住的工程部建设部，这个部长叫匠做大匠，匠就是工匠的匠，做工作的做，大匠大将军元帅底下挨下的大将，他那个时候的官衔就叫匠做大将。 因为皇帝取得政权以后，第一件事情那就是造宫殿，然后就是造坟墓、造陵墓，对吧？他做两件事情，一辈子做两件事，然后死了就坟墓，在那中尉的时候要做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所以对造宫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唐朝、隋朝，唐朝以前的隋朝的将作大将隋，叫做宇文恺，是皇帝的亲舅舅。 作为这宫殿的，作为至高，作为至重要，这个宇文恺，他规划了唐长安城、唐洛阳城，建造了唐代的宫殿，最主要的大明宫、凌德殿，都是他做的。然后他规划的这个唐长安城，我们说极其宏大，是现在的。 差不多现在老西安新西安城，当然现在比它要大了。它原来是老西安城的10倍大，就9000多米，城墙覆盖13000米，这样大的大城市。那么，我们说小日本，你别看小日本，它认真在学习中国，那么他就派了很多的工匠。 几百个工匠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工匠，然后把这技术全部搬到日本去。他仿造唐长安城，修建了他的奈良城，叫做平安京；仿造了东都洛阳城，建造了京都城，叫做平城京。那么仿造中国的当时的大殿太极殿。 他不敢叫太极殿，中国叫太极殿，他把中间那一点拿掉，大极殿。<笑>现在这个殿，这个奈良19万遗产，它的遗址完整的留在地面上，可以去参观，可以去看，相当好风景。
我去过好几次，因为他修好以后请世界专家去看看，当然我就当中专家一定要请我去看，确实做得非常精彩。人家我们常常骂人家小日本，小日本小日本，小日本做的事情挺认真，做出来是挺像样的。然后他留下来大量的唐代的建筑，五十几个，我们作为多少？两个。他是林徽因、梁思成先生，他们在30年代，是吧？那个时候已经日本鬼子侵略刚要开始以前，他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的最早的叫做两个寺庙，是吧？两个寺庙，一个不晓得想不起来了，是吧？对吧？日本有很多很多个，这些完整的精彩的历史建筑，他们保护得非常好。我们看到日本的建筑，我们常常受它的影响。我们国内造很多甲骨文，说这个日本人在那建也建的甲骨文，日本人把那庙修了以后重修起来更好。但是我搞清楚两种，日本也是两种，一种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世界遗产，那是唐代的时候留下来的寺庙。它是完整的留存下来，根本就没动，原样原形，会在哪些怎么坏。还有一种就是它的神社，是吧？我们说那个手下参拜的那个靖国神社也是一个，它的神社是20年重建一个，它的人20年一个人毁，它20年以后就重修一个，一模一样，完全按照那个形式。那个重修的神庙的形式，大部分都是宋代，就神社是宋代。但是因为唐代东西有，日本有唐代东西，唐代最早的寺庙我们中国还没有，它有，是吧？法隆寺，然后我们中国的著名的大和尚，扬州的大和尚，建德和尚七次东渡到日本去，然后第七次去成功了以后，他带了300个工匠过去，在那里帮助日本皇宫建了最大的唐昭济寺，那个最后我们建成大和尚，在那个寺里面圆净，建的寺里面圆净是佛教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过世了。他的本体的人形象，给他做了一个匠玉磨切蜡像，完成一个蜡像，就是玉马和切做出它的外形，完全真的。这个大和尚的蜡像，在72点的时候，灰姑娘家到过扬州来看，为了他去迎接他回来，请梁思成先生在扬州专门造了一个建德和尚纪念塔。你们在座各位去过没？没去过要去看看。看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梁思成先生仿唐昭提寺做的三分之一大，但是你到了一看，那唐代的形制，唐代的建筑，就给你感觉到叫做殿阁雄伟，出檐深远，灯光宏大，柱梁粗壮，完全一种唐代的一种华贵雍容的气氛。那么这个就中国古代的匠师论留给我们后人非常精彩的、非常有价值的技术的样板。可惜我们后人对于这样一种重大的一种建筑的遗产没有很好的继承。我们这个墨迹科所有的这些殿阁楼塔庙宇建筑，我们民居没留下来，他留下来，是吧？但唐代塔，我们砖塔、唐大雁塔、小雁塔，木头塔有没有？有的，山西这个应县石家木塔，到现在1056年建，到现在巍然不动，世界文化遗产
50米高，非常完整的这个做过很好的，他仔细检查，他的因为1000多年了，900多年，快1000年，然后下面三层的这个每一层程度差，我们叫做斗拱懂吗？就是有柱子顶上的一个构件支撑这个屋面用的，是吧？那个叫斗拱，就是这个一个斗拱就是分成我四个部件，一个斗就是拱，一个昂下向昂，一个翘后面翘起来，四个构件构成的这个一个斗拱，然后顶在柱子上，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们就一彩、两彩、三彩、四彩、五彩，最多7彩，是吧？那么我们苏州有没有？苏州有，苏州不是他就是，啊，苏州的学派观那是宋代的，宋元时候的建筑，他那个斗拱都很完整是典型的遗产的东西。那么那个我们的应先锋他那样精彩的斗拱，它下面的几层三层的斗拱都已经经过近一千年了，那1056年我们算了到现在近一千年，所有的斗拱都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的流失的话，它这个承重的这个重量，所有的斗拱都压扁了，压炸了，但是它碳味道不动，现在世界遗产了，请了全世界的专家来仔细的研究到底该怎么修，一个方案两个方案，是做个箍啊把它箍起来，做个架子把它顶起来，做个什么东西把它扶拢起来，大家相当都不想，有的形象不好，有的做出来以后这个不能解决它的问题，最后的结论它还不会瘫，近年不会瘫，甚年内不会瘫，先看看再说吧。等着看看，所以有机会你们去看，现在还原样，它修了以后就不是原样子。那么这一种木工的技艺传承下来，这种技术和艺术的传承下来，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后来就可以很好的传承这样的艺术，但是我们的传统的木构的造房子这个技术，我们很早以前是中国人很早以前发明的，什么时候发明的？六千年前，考古发掘证实了，在哪里？很近，在我们这里，是吧？这个叫做良渚文化，在余姚，啊，河谷渡村，余姚市河谷渡村发现了。6000年前，我们老祖宗已经用木构体系造的房子的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完全证实，过去6000年前古人已经很完整的会用毛榫结构来建房子。这个房子上面就有7种不同的毛榫，在世界地理杂志上看到了，当时大家都大为震惊。世界人民，世界的很多的技术人员也很震惊。那么早的时候，中国已经学会了用毛榫，榫毛这个榫毛，是吧？我到欧洲去看，欧洲也有这个尖塔，也有圆拱的，也有很多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但是我就看他怎么接头的，我就很想研究，到底他的头怎么接头的？中国是用毛榫打洞钻进去，而且我们毛榫我们有60种。不同的做法，是吧？有简单的那个直磨榫，还有燕尾榫，还有这开合榫，还有这个就叫内刻榫、内壁刻切榫、内刻榫等等。啊，这个营造法书上，中国的营造法书上都有记载，宋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下来。我到欧洲去看，欧洲的那是罗马大教堂啊，什么等等，它那些尖顶。都是木结构，也都是木头撑起来，但是我就仔细看他怎么接头的，哎，我就心里先看了，心里暗好，说你们欧洲人比中国人笨得多，他们钉子敲的，电梯穿过去敲的，叫做螺圈圈起来的，所以说这一点跟中国还差一个。当然，两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建造的方法，创造不同的东西，但是中国这个独特的技艺。
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无独来说的没有很好的传承。那么我经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2005年四川省昭化县广元寺昭化古城找到我，他说我们那里有个古城咯，有个古城，这古城三个时候张飞镇守边关的时候，张飞在那里，然后张飞大战马超又在那个地方，那个古城留下了很多古兵军，现在都去破败了。那教授你去看看，我就去看，我一看大吃一惊，哎呀，这么完整的在他那地方保存了这么一个城市，里面大量的都是这个乌鸡沟的这个体系，当然都已经很破败了。但是破败这个割据仍在，啊，基地仍在，建筑的基地仍在，而且建筑的这个构架仍在。当然很多这个里面还盖了很多新房子，我们现在盖的那种四层楼、五层楼的这种新房子、玻璃房子、方盒子的房子，这是古建筑也很多。哎呀，我一看我好高兴，我说我还没看到哪一个城市还留下这么许多的传统的木结构的房子。我说我来帮你修，你听我的，三个条件：第一个，你把木头要找到，因为找木材不太容易；第二个，你得有钱，修房子要有钱；第三个，你得有人，这些工匠找到，这工匠要会做这些东西的工匠，找得到。你有了三个条件再找，他很快的就。保元师偷偷就来找我，袁老师，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你讲的第三个条件不晓得够不够的，你来看。我就去看木头，他说木材事实上很简单，只要领导批条子，要有钱，很快就会同意的。那我说你注意你的木材，你用什么木头啊？最好都是买3年以上的老木头，最好是7年。我们晓得造房子一般房子放在了7年以后就在用，因为木头新木头、老木头这个丈夫不一样，也会有问题。那么我说你都找老木头，他说现在到处都拆房子，有的是老木头。我说好，那就好。那么这个工匠到底行不行？那我就一看，他德阳古建筑研究所、古建筑修缮队、古建筑这个保护公司。他说我们四川的房子都是我们修的，我们就跟我说你做东西给我看看，啊，我就说德工你知道吗？知道。然后我们带他什么人，他什么人的房子还有一点德工在。我说你讲过听，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八字狗。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人字猫。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咸称。那个叫什么？哦，不错。你这工匠投的不错。他说我不是工匠，我是工程师。我说坏了。哎，我说你是工程师，我说蛮好的，哪个学校毕业的？南京工程院。是。所以这一点就上我们中国，我们江苏省南京工程院是像同济大学一样比较认真的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照样子做一个给我看。就简单的画了一个名字的德工，我画的很简单，画在草上，我说名字的就这个城门楼的德工的样子，你给我做一个3天可以吧？他说行，我一到来我2天就做成。我说行了，2天，我等你2天。2天拿出来一看，哥哥过关可以，你不干可以。因此我就给他花了半年功夫把它做规划做好，然后这个他们就开始修这个老房子。在修的过程当中，当地在修的过程当中，我就做按照我们规划，希望这2条东西南河街以及包括的城门楼都按照原样修复。但是当地的老百姓有些人对他们修的老房子，我这个违章建筑，你们那些都是违房建筑，都要拆除，老百姓不肯拆。就是你那个房子老房子好看不好看，我这个房子好看，你看我这玻璃贴的，然后都是瓷砖贴面，又光场又漂亮，你那个乌呵呵的有什么好的，对吧？那不吃不穿。那谁也没料到，我把2条街修好以后，
2007年年底到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512汶川大地震，他在汶川边上也是遭受了九级，是不是十级？我估计十级差点，我离开一段距离，九级肯定是有的。大地震，他那大地震，我心里就，他说老师开始没有，到他大地震，他地震，我脑子里根本没想到他的问题。哎，结果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了，阮教授，阮教授，我们请你们赶快过来啊！我想也想死了，想的是不行。他说老朋友都讲了，阮老师是神啊，他们上海人是上海神仙啊，你看他们造的房子一动也不动，我们这的房子全塌了。我就当然这个消息我也很高兴，我就把我的技术队伍一到带那里去了，一到那里去一看，哎呀，我心里面就是激动啊，谁也没激动啊，就凡是我们修的按照老祖宗原样修出的古镇古迹的房子全部完好，丝毫无损，而他们修的房子全部贪光，一点不夸张，叫全部贪光，贪平了都。然后我自己担心，我们这个城门楼修起来了，因为原来有点架子在这里，把它修好。修好有个城门楼到底怎么样？好的，去看。哎呀，所以说这个地震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类还没办法理解它。像这个昭化这个城门楼。柱子四根柱子撑起30屋顶，是吧？旁边砌墙砌起来了，一片两片三片墙。这墙它是这样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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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开花的摊。你不一这样摊，这样摊里面就死人了。他说我这样摊，里面就不是在里面的人没关系。那个木柱子上面的木斗篷，一个个看，所有的斗篷没有一个坏的，没得炸的。而且都非常紧，然后当地老百姓跟我们讲，他说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房子晃了，而且开始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个所有的人家的屋顶上的瓦在响，哇，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瓦都是糊的嘛，一块地一块一块地一块，四川也是这样的，我们北方那些地区的瓦子糊在泥里的，所以就说跟这个不一样啊，我们这糊的这个瓦都会响，啪啪啪啪啪啪响，响了以后啊，这个瓦怎么好响呢？瓦响了，大家赶快晓得地震了，赶快躲起来，叫警报器，老祖宗发明的警报器。瓦不光是挡风避雨的，它是地震的警报器。然后就听到房子叽叽嘎嘎在叫，房子在那叫完了以后，反正木头房子都没事，但是整个这个古镇一个人没死。伤了几个，伤了9个，这9个人全是屋上的瓦掉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来不及跑，砸在头上。那么从这个事情就是很清楚，我后来写了2篇文章，就在报上登了，一篇就叫地震一来见分晓。什么叫见什么分晓？就是说你按照中国传统木工技艺建造的房子，完整的完好无损，是中国的木结构体系能够很好的抵御天灾，所以我们老祖宗传下来传给我们中国人最聪明，就中国的房子是木结构体系造，包括我们苏州老房子大部分都木结构，木梁木架，然后砖墙，我们很多苏州砖墙是空头墙，为什么空头墙啊？它不沉重，它跟节省材料，它可以空的储藏空气，可以隔热，对吧？可以节省材料。但是砖头当中的柱子，那么我们柱子的梁子，所以我们过去这造房子我们叫做先立柱后架梁，起了屋顶再起墙，地震一来叫做房塌不塌，墙倒柱不倒，所以过去都这样。在1956年1967
76年，反正毛主席逝世的一年，是吧？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都是那年死的，那年也是发生大地震的，就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以后，当时我们派我们去做人员，是吧？那个时候我已经当副校了，当时我们组织我们去看，去我们去看。看去的时候，当时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凡是解放以后盖的那些台湾房，全部拆光了。然后还有很多没拆掉的房子，老百姓躲在那些房子。那房子什么东西？猪盆、牛盆、马盆。猪盆、牛盆、马盆就是架子，木头架子架起来的房子，它都摇两下就被射，对吧？所以那些房子都躲掉了。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同事讲：“你看看。”他中国的老房子，老啊，解放都盖房子多啊，不要敢说，要杀头的啊。所以说，这种木构的技艺，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匠师创造出来的这种精彩。我们现在仅仅是用来，我到周华去为什么呢？他修复古建筑，从我的思想来讲的。继承传统，恢复中国传统的技艺，但是从当地政府、当地老百姓来讲，发展旅游，搞点古董，搞点古色古香，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东西是我们要很好的把古代的匠师的这种技艺很好的传递下来，很好的发扬光大下来。比如说我们站在这房子里面说，这房子。很先进啊，钢结构会不会塌？地震来，我就去问，是不是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就危险，未偷工减料，真材真料，因为它都是考虑到一定的科学计算过的，没问题，不会塌。但是你满眼望去，所有的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房子都是钢结构粘的，不就是有没有有点个别的亭子，个别的民居？我们不够的这套体系，我没有传承，我们扔掉了。我们现在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观赏的旅游，没晓得它这个里面的这种重要的科学的匠艺，真是个匠的意义啊！你们有几位用得懂？我们三清殿，圆明园三清殿上面这个六铺座这个。斗拱的它的结构形态吧，我们学建筑的，是吧？我那时候学建筑，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没人画斗拱，到实验室里把这斗拱拆下来，然后再装上去。现在我们苏州大学的建筑学不学？不学了，老师也不教了。我们那时候还有墨迹科教研社，现在有吧？没有了。所以说，对于我们祖国的文化的传统。我们这一代人要很好的这种思考，我讲这个匠就仅仅是我们祖宗传承下来的这种匠心，这种匠艺，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刚刚说到八零后，我这个老八零后没用了，新八零后你们还要很好的注意，把这匠很好的传承下去，把我们中国传统的木工的技艺。我觉得两层意义，一个记忆，记住脑袋的记住这个记忆，还有一个技术和艺术要很好的传承。反正的话，我们对不起老祖宗。好了，谢谢大家。